踏入猴年，大年初一，各行各业啱啱过咗一个年关，经济开始复苏。无论喺酒楼做行政经理嘅马俊，定系广告公司老板黄永思，都宁愿年初一继续开工，为下一个年关提早做准备。而家都系为咗要即系争取多啲营业额啊，咁样样咯。而且我哋又新开，你做又要供楼，唔做又要供楼噶啦。吓，咁而家难得初一都有钱赚，咁梗系做啦。最近香港人的消费信心三年来首次回升。根据一间国际信用卡公司的调查，96年之后消费信心指数开始下滑，经历金融风暴、千禧年效应、泡沫经济爆破、裁员减薪、负资产、沙士疫症过后，市民消费信心指数持续回升，比96年高出近四成。铿锵集96年访问过位于商业区的钓鱼台海鲜酒家，当时正值中国实施宏观调控，客人消费意欲下降，生意下跌两成，酒楼和食物供应商同样受到冲击。你好。好。冇啊，想问你今年啲年夜饭咧，仲未帮我订喎、啊？今年啊，我 set 三只价钱，一个中，一个低，一个高咁样啦。咁咧就高系比较少啲人爱嘅拣嘅，通常都系拣中啊，或者拣低啊咁样样咯。刘国华有批发鸡鸭俾钓鱼台海鲜酒家，但系酒楼相继结业，令佢嘅生意跌咗三成。陈炳权个海鲜档差不多有一半货系批发俾酒楼嘅。咁呢一两年咧，同以前最高峰嗰个时期咧，肯定咧就即系下降咗50%有多啊！旧年28跌晒啦，今年仲有四成到。旧年25万银生嘅，今年至都得翻10万银生。煲啲靓啲嘅汤饮啦。Ricky 是钓鱼台海鲜酒家的熟客之一。看到那个点心纸都是顶点的，都看看的了，通常都不剔顶点的了。Ricky 间旅游公司本来做开长线团，因为生意跌了四成，唯有改造低消费本地团。够容忍任何投机者。六月份就蚀咗24,041元。呢间集团式酒楼一直走高档路线，98年首次出现亏蚀。尖东亚开咗16年啦，未试过话蚀本噶。到99年，钓鱼台海鲜酒家嘅年夜饭菜价比96年定得仲低。你同佢讲，你最多啦，好啦，一月咁话啦，嗱，减咗250俾你，就系咁啦，2680就猪有冇咧？又系白出虾噶啦，发财大好市，2680，好尽噶啦，系啊，佢唔好话要赚钱啦，因为最紧要咧就唔好蚀就得噶啦。专批发鸡鸭俾酒楼嘅刘国华话：，99年生意比96年跌咗五成。有啲酒楼真系，即系佢哋。即系认为即系新鲜鸡肥贵重啊，减轻成本为咗本先咯。海鲜档嘅陈炳权99年已经冇做，隔篱档嘅黄达志话不断有酒楼结业，佢都俾人拖咗成70几-80万数，所以决定转做门市。钓鱼台酒家终于挨唔住，2000年关门，净蚀1000万。老细系因为买咗个铺位啦，咁即系个楼价大跌咧，就变成负资产啦。酒楼咧就系一路蚀尾咧，
马俊冇咗钓鱼台份工之后，失咗业半年，酒楼结业，加上禽流感，令刘国华嘅鸡档生意雪上加霜。99年应该都有三四十万，或者40几万生意，但系依家嚟讲都系做20-30万嘅咁样咯。不过依家唔敢气啊，大佬，鸡肋都 OK 噶啦，几好噶啦，冇肉都有鸡肋食啊！你几年啦？啲人失业，哎呀，肉下三成都冇咯，心情啊非常之紧张添啊！家下如果你因环境唔好嘅，冇人嚟嘅，咁你系咪人工都冇噶嘛？Ricky 间旅游公司虽然收缩，但系佢逆市求变，集资开咗两间按摩中心同泰国菜馆。你好，经济萎缩嘅话咧，即系佢又俾咗个机会我哋啊，机会唔好嗰阵时咧，我希望求生存，试一试去搏一搏下咁样。沙士疫症期间 ，Ricky 嘅泰国菜馆同按摩中心冇生意，最后唯有结束剩一间按摩中心。呢度嘅店长啦，咁大家即系喺年尾呢个时间。根据统计处最新资料，2003年底失业率系7.3%，比2001年同期减少1%。马俊2年前失业，几个月前好好彩揾到一个打算开酒楼嘅老板，仲交俾佢全权策划。算好彩嘅，其實都機緣巧合啦，又可能嗰個投資氣氛好咗。酒樓因為供水問題，遲遲未能開張，仲有10多日就係過年嘅黃金檔期。馬俊好心急，怕接唔到年夜飯生意。呢張嘅年夜飯菜單咧，就做一張海報啦，就咁又平擺到貴咯。2980、3680、4880咁樣，即係大三組咁打就咁樣。希望個市道氣氛真係好啲，咁大家都即係我都話啦，唔可以去到話隔陣時咁好，不過就希望大家都叫做有碗飯食啦。新酒樓嘅老闆朱少林一直做布匹生意，眼見市道轉好，而自己嗰行又日漸式微。几个月前决定投资飲食业，投资额超过300万。生意兴隆稳多啲啊！自从呢、这个政府宣布咗自行呢、这个咧，感觉上咧就香港系会有一个会有新嘅突破咯。希望喺呢个咁低微嘅时间咧，会冲破一个底线咯。我希望3年，即系呢个只系回本啫，我唔敢讲话一定话有几多嗰、那个赚几多嗰啲，我就唔敢讲。喂，系，系长仔啊，中锦嘅集团式酒楼喺旧年沙士期间生意跌咗60%，但系而家员工有600多人，分店10间，比疫症之前仲要多。中锦话，旧年5月佢结业一个钟头，用2000多万遣散所有员工，包括佢自己，然后重新聘用，成本减低30%。如果唔系咁做，唔好做。自救再向前啦，唔通揾阿总特首救我啊？揾阿唐永年嚟救我啊？10:00-11:00嘅时间都系爆棚，无论边间，咁即系话呢个嘅区份嘅消客消费力系有嘅，只不过系要迟日啫。有下阿晶。酒楼第一日开张，离过年唔够10日。未接到年夜饭生意，唯有寄望个夜市。虽然市民消费信心指数上升，但系酒楼始终系新开张。马俊话仲未知啲客嘅消费能力，所以菜价唔敢定得太贵，跟翻10年前嘅价钱。
佢啲平價嗰啲咯，係嗰類咁嘅嘢。通常嚟講，而家經濟都係咁上下噶啦，唔食嗰啲平啲嘅。係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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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即係本機連印贈送嗰度，我都唔係期望太大第一晚，希望啲客覺得滿意咯，質量係超值咁樣樣，咁就有機會會翻轉頭咯，都係做啲客咯。心情梗係興奮啦，係咪先？即係琴日都成日都瞓唔著啊，真係唔係講笑。飲食行業過年前先要過年關，找清供應商嘅數。多謝曬。嘅未收啊，嘅未收，係啦，華哥未收，收咗。中錦嘅酒樓集團過年前一個禮拜開始找貨數。冇得啦，唔使惊啦，知唔知年年难过，年年过噶啦，最紧要过得个开心就得啦。找千几万银数啊！啊，你又要清晒数过年啊，一万年前办口烟啊嘛。我哋海味啲行咧，就以年尾咧系一个最重要嘅关头嚟。而一到年尾咧，同南方买货咧，今日买啊，听日要找数。咁我冇咗呢百几万，我就交唔到俾佢。过年除了找数俾货客，这个酒楼集团还要出花红奖金俾600多个员工。喺度啦，通知咗佢哋啦。嗱，个个都有啊，酌情权啊，花红啊，多谢锦哥，奖金啊，快多谢锦哥啊。呢个年关已经使咗千几二千万，中锦本来估计今年年夜饭嘅生意会旺翻。今年年夜饭咧，我都。估唔到咁差，嗰一年你睇年年份180都坐唔滿個餐桌，唔係證明啊，真係唔得啦。最少一年前人年夜三號，一路做十零日多，而家希望係六日生意啊，少喺四日就少喺成300-400萬。個沙士冇嚟啊，我希望嘅，但我呢度嘅真係冇嚟啊，嚟得大鑊。专批发鸡俾酒楼嘅刘国华话：沙士期间，佢嘅客有40%冇开，有啲仲执埋，根本收唔到数。疫症过后，虽然多咗酒楼肯用翻新鲜鸡，但系生意额反而少咗，因为而家啲客要嘅量减咗30%-40%。依家我哋所听见、所睇见嘅，个个都话一片美好咁样讲，啊，又话点样复苏？是不是真的咁好啊？我就感觉唔到咯。以前咁样，佢边使过海做啫？咁鬼远，咁依家做下做下，喂，你唔去冇生意噶咯？即系广告身价都有啦，叫做以前就系做九龙区嘅啫嘛。呢个世界喺度变嘅，如果你唔变，咁你俾人淘汰噶啦。我哋做多两日唔做啦，呢度911后咧就生意真系跌得好紧要咯，咁啊日日跌咯，咁经埋沙士后添咧，咁就呢度真系好差，我哋生意额唔见咗三分二啊！不断有噶啦，沙士之后都系间中咁啊执下执下咁。如果呢间就叫做可惜噶，系啊，因为佢呢个客都系叫几好客咯，啊。唉，其实鸡肋已经好好送啦，依家嚟讲真系鸡肋都冇得你食啊，越嚟越难，越嚟越揾食艰难啊，真系嘅。几年前集中做门市卖海鲜嘅黄达志已经冇做，佢隔篱嘅杨志话唔可以只做门市，一定要做埋批发。不过佢而家批发俾酒楼，亦只系20%+。因为酒楼的生意越来越难做。沙士期间我们都有几间酒楼执了粒，收了走咯，成100万了。我做了一期数24万几，我听日过埋俾你睇。你放心。虽然大酒楼苏其准，但是在急需现金周转的年尾，杨志都好担心。22号过年啊嘛。唔係數期，所以咪好頭痛。今日年26啦，都門口都唔係好多生意。我感覺就係都唔係話經濟好咯。喺班夥計跟咗我咁耐，
可以又未到退休年齡，咁我都中意，同埋我中意海鮮，我中意魚，咁我會繼續做落去咯。飛走佢呢度加翻張大台添。馬俊打理嗰間酒樓，開張咗幾日，本來下個月先至係涼期。老闆朱少林無需咁早過年關。有啲員工就提出，咁啊同前頭傾傾，睇下可唔可以，即係人情上。就呢一次特別，即係分兩次出，就出頭半期俾人哋過年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負擔，即係講句實話，孭重咗好多。打電話 confirm 一下去。你話我哋有啲晚飯嘅套餐，你啱啱食咧？呢啲都包埋齊。酒樓已經遲咗個幾月開張，老闆超支60%，馬俊好擔心。唔係驚佢唔做嘅問題，亦都唔。即系我觉得有啲唔系几舒服啊！真系。马俊希望过年前呢几日嘅生意做翻好啲，等老板蚀少啲。咁今晚嚟讲咧，晚饭嘅 booking 咧都好多啊，有成20张订台咁滞。菜价方面咧都上算你上咗3000零、4000零都有。叫咗汤底未啊？先唔先？唔係特價都唔敢叫，呢個都係38。10蚊三支汽水，10蚊三支啤酒，表面上咧就係好咗咯。但其實嗱，人工啊，我哋啊繼續減，咁樣税咧就加咗。如果有人工加啦，話俾我聽，開始加人工啦，咁就放心消費啦。冇咁快，啱啱先錄多陣先啊嘛，保持身體啊，好多晚通宵啊，大佬。絕對不能夠病啊！只要有一日我哋啲客揾唔到我咧，就即係我哋都好難做。8年前嗰陣時好景嗰陣時咧，就尖東嗰度啦，老鼠斑啊、澳洲龍蝦啊咁樣樣。咁依家就啊青斑啊、黃立倉啊咁樣樣，係嘛？即係有啲即係依家叫復甦翻少少咧，都叫做有啲海鮮蒸下，但係咧即係話好好又唔係話全面。今晚生意唔錯啊！幾好啊！上面都唔滿，因為上面主要係做呢、這個即係、年夜飯嘅酒席啊、廳房咁樣樣。因為你唔係話開咗好耐，未有熟客啦。你食得飯未啦？我未，唔記得咗肚餓啦，已經。快有3次未啦？好啊！劉國華嘅雞檔都係喺過年前5日生意先多翻。相比翻舊年嚟講，都係蝕到都係差唔多。呢個行業我睇佢即係前景係即係唔係咁好，就算佢唔係真係實施呢個中央屠宰嚟講嚇，佢都會即係有好多掣肘俾你，好多條例啊咁樣。如果香港有禽流感出事，就我哋都之後就危危乎噶啦。睇下幾多冧先，1800俾你。啊，貴過頭啦。贵呀，几多钱唔贵？你讲，我又唔系做生意嘅，系。你讲顺你心愿。800蚊。800蚊啊？800蚊少啲系嘛？添多少少啦，真系个波花好靓噶。原来咧就俾个公司订咗，佢搬上大陆又唔攞咋。卖咗40几年花嘅添叔，喺过年前一个礼拜，仲想大陆退翻10000几蚊货，因为今年嘅货只系去咗40%。仲有60%未賣出，我自己睇就唔復甦啦，仲衰過舊年，個個都縮住個荷包，都唔敢使錢。但係銀行又話減息又乜嘢咁，個個都，哎呀大佬啊，寧願買股票，只有唉真係都唔寧願買翻，好大好大，未試過。添叔话：1997年仲有3-4万银收入，最近呢几年只得翻10000几千。转咗嘅，转咗嘅，年年都食晒老本啊！咁又点啊？出年冇得食啦，老本都食晒啊！预算出年啊，攞公务员，你耕田啊冇力啊，做咩都冇力，你样样都冇人买嘅，咁样做咩？全年最旺今晚噶啦，30围度啦。今晚啲菜价都 OK 啦，今晚啲菜价有啲4000几啊，有啲5000几啊咁样咯，有啲6000几啊。今年过年得2-3万系咁噶啫。都冇冇嘢啊！阿姐，你真系好啊！
我而家咪鼓励啲同事啊，今晚冇生意你唔使惊，最紧要唔好气馁，哇！气馁你就失败噶啦。帮手啊，今晚通咗去搞到啦，唔该晒，唔该晒。唉，九廿几个脑积水，唔使瞓啦，今晚真系。九七年，黄泳诗同郭瑞分别开咗自己嘅公司，经常24小时帮人做广告。七年嚟经历过大小风浪，呢几年咧好似喺度荡紧千秋咁，即系有时最高，有时最低，有时啊冇力，就好惊，想搵人扶一扶你咁啊。仲有个问题，你停咗喺度咧，咁啲客搵唔到你，自然搵第二个噶啦。即系以前嘅香港人咯，都系要靠自己，好多嘢都系白手兴家咁嘅嘢嘅，又好多好努力咁。挨都系挨噶嘛，以前有句。2003年呢一关都过到咧，我好相信2004年、2005年都应该系会好好多噶啦。随住羊年嘅结束，各行各业过咗难忘嘅一年，冬去春来，踏入后年，再准备迎接下一个年关。